是香港著名作曲家罗永浩先生的创作。罗先生说道，我借用拉弦乐来代表泼墨的感觉，因为弦乐可以浓也可以淡，可以浅也可以长，很接近泼墨的效果。那琵琶是代表画中的弦髓，两者的结合呢，正是我们的音乐所要表达的意境。那泼墨是一种偶然形成的绘画创作手法，而泼墨仙人就是宋代大书法家梁楷的著名人物画。那作曲家罗永浩先生能够从古人的名画中谱出了这首名曲，就说明了传统艺术的美妙和可塑性。